光之兄弟群体信息，关于乌俄之间的冲突。通灵莫尼克马修翻译 Google 莫尼克。他们告诉我，和往常一样，我们非常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和你们在一起。来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莫尼克。他告诉我，我住在你们的太阳系，我生活在你们太阳系的几个行星上，不同的天体取决于我在哪里，当然也有非常不同的振动频率取决于我必须做什么或生活。也就是说，在所有领域，你的太阳系有非常困难的球体，在振动中，在硬度中，但是我不仅设法超越振动，就像地球等等，而且所有球体都具有非凡的重要性。我要告诉你一点关于我在金星上所做的化身，但化身这个词是不正确的，但是我怎么能告诉你，所以让我们保留这个词。金星超越你所看到的，有另一个更高的振动，这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维度，在另一个金星现实中。你们人类认为金星是爱之心，你本能地感觉到它，它也以某种方式灌输给你，也许是在传统中，但是本质上是在感觉中，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也曾在金星上写过一段话。金星代表着美丽、创造力，当然还有爱，但是这种爱与你在地球上所体验到的爱是如此不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金星的知识，我学会了另一种爱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爱，就像光之存有告诉你或我们可以告诉你的那样，爱是无限的，每个世界、每个太阳系、甚至每个星系，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来遇到爱，去生活，去表达它。金星生物有能力在太阳系内部使用车辆旅行，但距离更远。一些金星人也在大船上工作，但是称自己为金星人、地球人或大角星人等并不准确。因为此刻你们我们的兄弟，你们是地球人，但是当你们离开地球时，你们将不再是地球人。如果你决定来一次金星之旅，那么你将暂时成为金星人。因此我能够在我们或你们太阳系的所有领域获得的经验都非常丰富。现在我来找你，因此我当然不再是金星人了。我是阿斯塔的大船的一部分，它也不叫阿斯塔，但你可以继续这样称呼它。我是这艘船的一部分。今晚我必须传达给你们的信息是，你们将越来越多地感知我们的存在，但以一种更人性化、更真实的方式。你会在天空中看到越来越多的船只，尤其是我们存在的信息，再也无法隐藏。那些还没有完全在光中的人，我不想用恶毒这个词。我只想说，那些还没有把爱和光整合到自己里面的人，因此他们仍然留在地球上，但他们越来越多地离开地球平面，他们离开太阳系返回他们的银河系。您还需要了解这一点。地球上的通道允许所有存有，无论他们是什么，恶意的或仁慈的，在意识层面上以相当大的方式丰富自己。即使对于那些尚未了解他们内在有爱和光的存有也是如此。行星地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星。我想说，我可以将它与金星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在地球上诞生了另一种爱的方式，但人类非常强大。这种爱的方式，你感觉不到，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但穿越这个世界的事实，
对于爱的丰富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你有地球上完全黑暗的一面，因为那些还没有获得光意识的人，但是你也有另一面，极耀眼的光，爱的一面，非常非常强大。我想告诉你，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会有越来越多的示威，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将不得不听到它，不得不公开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公开表现自己。许多人显然不会相信我们，有些人会说，这是一部翻拍的电影，当前的技术如此强大，可以让人相信人们看到的是外星人，但是，那不是现实。所以总会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相信他的人会感受到我们，我不是在谈论我，通过这个渠道说话的人，而是在我们是谁的全球性中说我们。所以有些人会相信我们，有些人不会，但是，这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行动非常重要，以至于有一天人类将不得不相信我们。我们将在转变之前进行一些干预，以伴随它，并尽可能多的清洁地球上的某些振动频率，以便为这个巨大的转变释放它。他们向我展示了所有低级的思想，现在地球上所有可怕的行为，这些巨大的谎言和操纵。莫尼克，他告诉我，我们也在这里帮助确保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所有这些黑暗，这种巨大的恶意，无论如何我都会说这个词，所有这些都越来越减少，并且实际上被吸收到光与爱，将越来越多的涌入你的世界和你们所有人。我也想和你谈谈振动能量。对你们人类来说，振动能量这些是你可以感觉很少或更多的词，但是你不知道这种振动和这种能量究竟是什么。我会将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因为振动当然是一种能量，所以这些振动能量更像是那样将深刻地改变目前居住在你身上的意识和物质，就像一道不可见的光会逐渐照亮你里面的一切。也就是说，它会吸收你所有的小阴影部分，只要你在三维，很明显你还有这些小阴影部分，例如对一切的怀疑，这些怀疑使人的个性略显阴暗。这些振动能量本质上是多频率的光，因为我们不能，但是主要是比我们进化的多的存有，以及来自银河系中心和神圣呼吸等的能量。不能一次发送一个非常重要的频率，因为那会毁掉生命。因此，这些振动能量有必要一点一点地安定下来，而不会干扰那些整合他们的人的生活。这种整合以非常不同的剂量渗透到所有生物、自然、矿物质、植物、动物和人类。因为宇宙是如此聪明，它会给予这种食物，因为它会把它更多的视为食物，这取决于谁能接受它的摄入量和数量，取决于你可以摄入的东西以及任何一个王国。你不会使能量消化不良，你将获得这些振动能量，这取决于你以它为食，并通过这些振动改变你自己的能力。我们想强调一点，因为在你们的地球语言中，你们经常谈论能量和振动，就像我们或其他通过我们的频道与你们交谈的光之存有。如果你愿意，他们会简化，我想赋予他们更完整的含义，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滋养自己更多的这种振动能量。再一次，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世界里，在微妙的，在物质的，在以太的，在物质中，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的世界正在为等待他的新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正在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类做好准备，甚至人类这个词在一段时间内都将不再具有相同的含义。我们宁愿说，在地球上进行实验的灵魂，我们正在努力唤醒那些来自高位，并且让自己被恐惧完全锁定在物质中的灵魂。因为当你来到地球时，你会体验到不仅来自地球，而且来自各个领域的所有震动。非常害怕的王国也是动物王国，然后是人类王国。因此，数千、数百万年来，恐惧的滋生，被那些指导人类，但也可以是人类的人滋养。但是，被滋养是为了能够支配更多和操纵众生。因此，这种震动就在那里，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来自哪里，当他进入物质，当他接受一团物质时，都会陷入这种恐惧的震动中，以至于有时他好像被锁在里面，他不想摆脱它。我们目前的任务正是试图唤醒和释放我们所有的兄弟，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兄弟，他们自愿参与，并且由于地球的震动频率，生活在那里的所有生物和恐惧而仍在深度睡眠中。正如我刚刚向你解释的那样，我们的一些兄弟被委托去唤醒那些迷失了自己，就是这个词的奇妙生命，他们在化身中迷失了自己。没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但是我们绝不能将这些人留在这个禁闭中并释放他们，因为这一刻是如此宝贵和重要，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兄弟，当然还有你是其中的一部分，都必须具有这种唤醒的能力，起来，不要完全睡觉。这也有点像我们的任务之一，但是这些是多方面的。我们已经与您讨论了通过身体或心灵感应接近您的国家元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与政府首脑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你们的欧洲，非光明势力以极大的独立和对所有这些小国元首的极大无知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也在这里工作。不要害怕普遍的冲突，我们正在关注它。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变得普遍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小。这场冲突将有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我们正在关注这一点，联盟也在关注这一点。莫尼克，他还告诉我，地球和银河联盟将以相当大的方式工作，以尽可能多的启迪所有在非光中的存有，因为宇宙不想要不必要的破坏，任何能够回归光的灵魂都是宝贵的上帝。对于那些有责任在光之伟大存有的层面上指挥地球的人来说，也是宝贵的。最重要的是保持信念，仍然会有一些艰难的时刻，但是将会发生让人类感到惊讶的事情。让人类感到惊讶，也许开放的人不会那么惊讶，但是对于那些不开放的人来说，这有时会产生震惊、惊奇的状态，但是即使在惊奇的状态下，也会有觉醒。即使你不耐烦，即使你什么也看不见，即使你看到此刻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恶化，即使你看到我们想以1001种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操纵你，要知道时间操纵和痛苦已经结束，你所遭受的一切都结束了，但是我们看到它结束了，但是对你们人类来说，它还没有完全结束。然而它走向了毁灭，自时间之夜以来奴役人类的一切，这是从时间之夜以来导致人类奴役的解放。我们唯一想对你说的就是，在爱中成长，爱自己，爱自己，
爱自己，爱你身边的人。在你的信息中，你告诉我们，恶毒的人越来越多地离开地球，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不再被容忍。从他们不再存在的那一刻起，已经到位的控制结构会继续存在还是会崩溃？他们要崩溃了，不是马上，因为即使有这些邪恶的生物离开地球，他们也会留下他们的遗产。只要有这种权力、金钱、快乐等的遗产，总会有这个操纵的大问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将崩溃，不仅是与联盟合作的人类的意志，也是以地球为管理的光之伟大存有的意志，也是人类的意志。不想再被操纵的存有，他们希望生活在他们的神圣本质中，意识到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属于他们，他们不应该受制于除自己的自由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人类的觉醒将会发生。现在他半睁着一只眼睛，但是总会有一双眼睛睁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权者会以某种方式，不是毁灭，而是更糟，比你想象的方式。他们将失去所有的力量，因为众生将至少部分的觉醒，以消除当今人类生活的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的过度操纵。但低等生物的影响较小，时间越长，时间越长，他们对人类意识和世界人口的影响就越小。现在我们离开你，愿和平、喜悦和爱永远照亮你的生活。我们无限的爱你，我们说很快再见。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